耶稣听你，这是世间上大的好消息。问题是，你到即久，你有真正深深体会主听你吗？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你有法度当真正去找到一挂记号，一挂故事，甲人讲真正上帝真听我，上帝听我。上帝听我告诫，并不是讲上帝出现在你的面前为着你做啥。真侪时阵，你身边有真侪人，就是上帝给你的提示。伊就是上帝，通过伊对你讲话，伊手所做的工作，其实就是上帝听着的葡萄呢。在你我咱的人生，若毋是有上帝安排太侪提示在咱身边。啊！印刷过后，鼓励咱的人生从无法通行到伫遮。但是咱对遮的因素，咱无一定的讲，主啊，这就是，这个就是你对我的疼，这个是你对我，在我还阁唔捌你，无要承认的时，你已经静静用上安静的方式，直恭喜我。一个台湾的医生，伊感觉真亏欠，因为一世人读册，读医院伊真辛苦。台湾读了后，佫走去美国，你知影？虽然伊才完成医院伊的训练，佫去美国，就爱重新佫对基础开始，就爱对认证开始，然后摕到执照了后，就爱佫继续。做一包服务，然后去进入专科医生的执照，然后伊几十年完成任务了，吐一个肺讲，我阿囝我对伊真亏欠。叫一个医生的家庭，把这几十年来，无论伫台湾的受训，来到带恁来到伫美国，我真正无陪恁，所以拄啊摕到迄个。专科医生的执照了后，伊甲家己放一个真长的假，三礼拜假，车开咧，虽然是冬天，车开咧，转伫淡薄伫个说来到伫加州，来到伫西雅图，已经真忝，伊遐久塞车，陪这个家庭足忝，然后伊就转家己的车，走去西雅图的一个山谷啊哩。停伫遐，车发动，啊，伫遐休困者，无拍算一个休去了后，啊，困啊唔呐，因太忝，忝到伊醒起来时不得了，规个车是零几几，因为已经车拢熄去啦，啊，毋知熄偌久，伊伫冬天下面佫外口落雪，啊，伊开始恐慌。啊，规个家庭即摆来到伫即个所在，啊，伊要安怎冲？啊，搁伫山谷个中间，啊，那毋知要安怎，伊就甲伊个某、甲伊个囝讲，咱车内所有会当用个物件拢摕来，摊仔、东西拢加咧，然后伊搬出咧外面，行路出咧外口去查，伫落雪天伫遐咧查，后来要查着一台火车。拜托，来伊个火车，我拜托，甲我带去一个加油站的所在，我要找人救我的车，因为我规个家庭的人拢伫车啦，遮尔冷，惊冻袂了。啊，伊安尼看，个人真正揸着一台火车，啊，伊个大火车甲载到加油站。你若有伫美国加油过，你就知，伫迄个较野外的所在，公共加油站都无人伫遐，要让你家己爱加油，家己爱处理。所以加油站嘛无人，那开始就感觉在遐伫车，唔知要安怎，后来去摕到一本 yellow book， 迄个会当找电话，下到上近的所在，伊就看安怎拍电话找人，然后有拍算对方真正，最后一支伊找到一个人，甲伊接电话，然后伊就直直拜托，无论如何你爱来帮忙我。对方来讲，你手人伫倒，对，我伫倒位个加油站。伊讲我半点钟后到位，请你等我一下。然后
我认真哦，真正个人来，请一个开会，啊，就坐，看伫倒位，就带伊去。听下到目的地，到迄个车的所在，当然无惊，拢真冷。啊，迄窗外是一个恐慌的气氛。现在开始咧找无人的时，伊咧想讲，只要会当有人救我，会当有人帮助我，我大个代价我拢肯付。即马真正有一个人来到伊遮，你知影即个少年明星的伊的心态是啥？这个人不知道他请多少，不知道他会收多少钱，他的心里是说，啊，这个落雪天，啊，他不知道他卡多少钱，啊，但是一个落雨的时候，他跳下去，已经去看他的乌鸡，然后他才突然发觉，这个司机，这个来要救的人，有不能记卡。伊都爱等一个滑板落来，然后慢慢来切，然后伊个下半身坐迄个滑板入去，然后迄个车提起来，啊，我讲，啊，你这是弄到无油去，无油，所以伊就怎啊来伊车来，伊倒倒来倒倒来，我叫处理你个 OK，start 来伊个，这里先人为尾后才跟他提一个事，伊唔知个，开我手机。在那替我自己，我发生迄个，即个农创部，啊，即个无人机卡的，即个师傅，摕一个25cent的，无人家，甲伊的囝，那么算算的了后，啊，甲即个无人家安去，我即个囡仔做礼物，然后物件寄，然后去的车顶，开咧就走。我迄个明星感动，小蛋，你要拿得起？你讲唔免，是安怎唔免？这是拜六暗时呢？啊你，我咧心内咧担心的是，你唔知要拿得偌侪钱，啥事你啊咧专工安尼来？我唔免，你讲唔免，是安怎？我甲你讲一个故事。当日越南战争的时候，阮去拄到敌人，把我的军队一个来，轰一下，我两只脚拢无去。伊个性命真危险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家庭有人走出，怎讲拖入伊个内面，然后把藏伫内面，把我救。之后我几个月后。我的腳攏好，我嘛想講，我一世人我毋知要安怎報答這個家庭，因為迄個家庭是冒因性命危險在咧安撫我，我愛偷偷去叫醫生來醫治我，然後迄個消息閣袂當出去，然後到最後你了的時，安怎又閣偷偷安排我透過管路給我出來，我要離開，我直直講到底。我要安怎报答迄个家庭？就是讲，阮是信仰所的家庭。你若感觉你有啥物要回报，请你伫一世人的中间，若拄到人有需要，请你就安尼，把这个疼继续传落去。这个医生伫美国做专科医生，后来。伊较稳定，伊常常伫暑假用几个月的时间，转来台湾到伫关山顶，伊来咧做义诊，把爱传出去。因为你甲我，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毋知你有感受到你的人生。那无这个人听你，那无这个因素，根本你无可能行到你今仔日。唔知即款的故事伫你的心中，你会当整理出来，然后好好想，这个人是上帝会听，这个人是上帝暗箭伫咧阴差保守，
这人是上帝差遣，这个人真正安尼听你吗？会安尼无条件服你吗？无安尼伫咧陪，无完全无所求，伫咧陪伴你甲你的家，人是有这个听。父母有人真讨厌伊的父母，伊会当列出一堆伊的父母对伊偌歹偌歹偌歹，因为伊的心内所想的就是父母的偌歹。但是我有看到一挂父母真正是真歹，真正是真歹，对伊的囝真凶真严，袂堪伊的囝有啥物款的变化犯错。但是我会当看到真侪父母疼囝疼到惊子万分是大，父母严到怕到惊子对父母是感恩。伫伫感谢伊个时代，因为伫人个伊生命个中间，你是一个会攻击稳定个，还是你攻击歹话个？毋是在伫你经过啥物款个歹个环境，是在伫你家己你个心灵个态度。你个心灵个态度，你会用啥物款个目睭去伫咧看？圣经常常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心灵的目睭，其实就是开这个。把这个别人看是歹，但是你有法度伫遐通过你信仰的解说，通过你信仰的目睭重新看，然后归荣光给上帝。这个医生，伊后来变做一个会当用伊的医生的专业。然后伫咧帮补，真侪伊后来伫医疗的中间拄着歹命、艰苦、付钱付袂起，也是有真侪人甲伊讲起伊的心内家庭哀伤，然后伊适时出手帮补，然后遐个人要安怎感谢伊？伊嘛讲唔免，你继续甲听传出去。基督徒，咱会当做的就是上帝啊！你真正这么疼我，我要安怎样报答？因为咱有法度报答上帝的疼嘛，有法度。上帝跟咱讲：你去传，你去传，把爱传出去。但是伫这个车，咱拄到一项，咱直直讲。要叫人来信耶稣，要叫人入来真侪上帝的子。咱直直讲，咱的只是咱做基督徒的使命，无唔对。即款问题是，保罗伫即个只讲啥？人若无心态求救，无听海透机会通信，无传透人会听会到，无车肯。有车险，靠人会出去团 ，OK。有车险，才有人出去团，有人团才有人听，有人听到心内才有机会反省，然后最后才有一挂人选择讲，这个我要信。宗教这么多，事实大家人拢需要宗教，大家人心内拢需要一个神明。即马问题是，咱真惊。你若信了唔对，你若信了唔对，你一世人哪一心，迄、那个心可能害你哪深。那敢若你咧开车，方向若唔对，你驶哪紧，你要去的所在去哪远？咱咧讲宗教，宗教背后就是一个心灵。啊，咱大家人咱拢需要上帝，拄则带咱俄罗敬拜的讲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是啦。注意，我伫细汉，其实咱即个叫平安啊，礼仪社。我伫细汉的时，我伫我国校的时，就是即个平安礼仪社的头家，陈先生的哥哥是我教会团队。细汉啊，伊就特别徛咧，到伫田里，到伫各所在。拜六有人话来礼拜哦，明仔载礼拜哦，来礼拜哦，然后一个一个
当时啊，看到讲有人情况是袂严，就当旁边，我袂愿意跟你做礼拜，袂愿意跟你做礼拜。哎、欸，像接吻上帝是啥物事情？信仰上帝是啥物事情？每一个人上帝啊，不是你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你。哎、欸，你讲，迄、那个我们吼、哦，我伫这个白酒无我写，写个酒只酒只无多，进来才我看不到，啊，就一位看不到，啊，就错误。迄、那个我们我，甲咱拜托，咱丢了到位，袂使伫这个才创别人啊。上帝啊！咱拢是罪人，感觉。在祈祷的时候，在祈祷的时候，绝对无在讲咱。在祈祷的时候，绝对无讲咱。上帝啊，咱安怎喏？在祈祷的，迄、那个，咱在祈祷是咧对上帝祈祷，对不对？对上帝，上帝嘛。有人在祈祷吼，注意哦，上帝亲爱的上帝啊，怎啊祈祷啊，到尾啊全拢，全对会上咧讲话，唔对，对上永远我拢敢那上帝那只，所以对上帝咧讲话的时，绝对不用咱，对不对？对上帝咧讲话，敢那用阮，阮拜读听的对象，阮。拜读听的对象，咱包含听的对象。我真唔忙，你会当对牧师、牧师娘讲，牧师、牧师娘，啊，请你来咱家，啊，咱的房间拢互你用，咱的灶卡做你用，咱的冰箱做你摕去食。哈哈，安尼对不对？迄、那个咱就是包括你甲我无分彼此。牧师啊，我真疼你哦，但是这是阮家，请你要来以前先开门一下。这是阮家，请你来到阮家，冰箱袂当随便甲阮开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来到阮家，袂使走卡下去。房间也去，各所在拢去，甲阮行行嘞。无我的温存，你各所在去嘞，安尼是无礼貌。OK， 迄个阮跟咱，对台湾人来讲，敢若台湾人才有这个物件，剩的语言无这个物件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所以，伫咧思维的人吼，会记哦，这个阮跟咱，定来徛伫遮，还是伫咧台顶咧基督教安顿的位置。接下来讲。要真多，予所有的人，上帝听这世间的人，上帝听世间每一个人。那安尼，还有人去传，才有人会听到；有人听到，才有人会信。有信的人，伊就会跟上帝祈祷恳求。即摆问题，啥人？先提供上帝的话语，我会当找啥人去啊？啥人肯为着上帝的国去啊？其实伫这个家里讲呢，谁能为我们去？这个我们唔通讲，那是三位一体。伫早前古约的时代，无迄个三位一体啦。伫这里讲，谁能为我们去？迄个是。那敢若上帝伫迄个天庭，伫迄个天庭的中间有迄个有天师，有所有遮个天庭的佛师，伊徛伫遐，啥人会为着咱去啊？上帝坐伫遐，那敢若是坐伫迄个天堂的王位，伫迄个王位，那敢若皇帝伫皇宫内面伫遐咧讲话，啥人肯为咱去啊？皇帝敢若一个？但是用迄个复数，
那是一个集体的意志。烧火伫咧开火的时，牧师干那一个，但是伫迄个开火的中间，牧师咧讲，啥人去为着咱去啊？啊，那是一个集体的意志。啊，伫这个家，基督徒，咱若讲是咱是基督徒，就是咧军队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三样做，三样传，伊咧讲的就是咱伫咧军队。耶稣伫咧传咧，上个国君啊，你着悔改信福音。啊，今仔日咧讲的什么是福音？迄个福音，这是两年前长老教会统计的数字。啊，咱即摆长老教会会友差不多到300,000人，咱的教会数1,200几间啊，然后。有人伫咧讲，顶个教会拢无伫咧派宣教师，无影无食。会记得咱是一个集体，集体，所以总会派出去的人。你我咱不一定会当知影这个名单，但是唔是无咧派，咱有。咱要安怎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？因为咱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会记得你要传有两种的物件。一个是你家己的性命有改变啊！你要传福人，你要传福人，传福音到尾，即个福音要影响的就是性命，甲性命的态度、性命的内涵、性命的价值。一个要自我放弃的人，伊因为信着耶稣，得到即个道理了，伊的性命换新，重新成立性命的价值。一个人伊的生活活伫一个茫茫渺渺的内面。伊的人生唔知要安怎出足侪问题，然后得到这个道理了，伊受这个道理改变，伊换心，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，然后这个人要甲人传福音，就是咧讲，今仔日我就是一个活活的见证，领受这个上帝做我生命的主。在这个以前的人生，我的日子怎样过？即马我的生命变作什么款？尊主最大了后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保守，我的时间，我甲人伫咧应对进退，我上帝啊，你若伫我的内面，我着怎样？我定定这个物件伫咧想这个事，所以信仰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生活，已经落实到伫生活每一个层次。上帝那是。神上帝那是活活的，那安尼伫伊个内面有光明，伫伊个内面有盼望，伫伊个内面，即、這个上帝甲我日日三当行，日日当大，然后我充满感恩，充满快乐，我的人生伫主个内面透活无，拢是正面，凡事道道来了信上帝人得着伊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我相信凡事有伊意思伫遐。只要我若信心徛在，只要我若行过了后，后来我倒转来，我要看见上帝的旨意虽无变，伊的旨意大大超过我心所想。所以，伫咧传福音一个上水上水的，我甲你讲，你去学一套一套，什么套？真好，迄个人甲一挂见证传福音的方式，甲具体化，然后会变作较简单。但是，其他拢是变成较简单的。遵守一寡较简单的物件，迄个毋是绝对化，迄是也不是简单的物件。福音真理毋是干那只来简单的物件。你只个物件有搁较侪，搁较侪，到尾啊，人要看是你的性命怎样。所以，性命本身也不是传福音上要紧的见证。过来，咱传福音，圣经内面嘛是真要紧。只个福音上帝。上帝的话，也阁是咱的福音内面真要紧的精髓。所以，你的性命甲这本圣经的话，咱来常常伫咱的人生内。那什么叫做福音？真简单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什么叫做好消息？甲乞食的讲，都有通食；甲患病的讲，都有好的医生。甲无头路的事业的讲，都会有工作，会当工作赚钱。甲遐忧伤痛苦的爸母、囝儿，毋知要安怎办的，甲伊讲来，甲你的囡仔、甲你的手中的宝贝，鼓励因来教会，
连为我来讲哦，敢若来参加主日的礼拜，绝对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影响无大。真正要影响一个生命，你得当爱对礼拜主日的礼拜，然后爱搁去团结，然后你爱找着你属灵的长辈陪伴你。每一个丧失的灵魂，若敢若来参加礼拜，转去到这个教会，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。即个真侪教会内面有真侪无共款个温素个人，有热情个人。你若有甲伊接着，你敢若来做一个礼拜就转去。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对你是一个生命甲灵魂、灵性个培养，也未开始。你是敢若知影哇，才有一个信仰，才有一个教会，甲外口无啥共款。差不多若礼拜一个礼拜是安尼。只要一挂话你得着了后，你转去。但迄个转去了后，你就离开这个信仰的团体，你的火把真紧就搁花去。团结生活重要紧，你的确爱甲无共款的年龄、无共款的厝边入来到伫团结，遐也搁有一挂辅导，伊欢喜陪伴。特别多伫你个人的人生多特别的问题时，你的辅导，伊本身伊也搁找专业的，伊也搁找牧师，然后慢慢啊，你的问题化了转变得变就好。什么叫做团结？你家己本身的代志，担着伊的好处了后，担着伊的甘甜了，你才会当团结啦。你的代志食着讲哇，这间餐厅好，然后人家说啊，已经袂歹，袂着，这个叫做团结。所以你家己本身，我想做一个基督徒，现今有一挂教会拢伫咧讲啥？你要来听道理，你要受训练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这是生意场是对的，你要付出代价。啊，收哪款的费用，大家人来记忆迄项事。这是生意场是对的，但是伫福音的内面，我直直咧想讲，若对上帝遐来，耶稣基督是伫地，也是白白给人。基督的教会，你敢通转化因生理的病，目睭来处理者？大家人拢爱交真悬的钱，然后才受遐的训练。你若有遐的钱的付出，啊，即款问题，搁都讲倒转来，咱会有煞怎变做白白入来，啊，白白无要互人，白白领受，啊，白白无要做咧团，诶，好因怎？你拢一个领受尔，你拢一个。啊！若安尼，你无传出去的时，你煞怎变做一个自私、自利的基督徒？传福音就是我白白领受，我都爱出去，你也都爱出去。这个爱互伊变做爱的流动。那要按怎样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啊，互咱有这款的信仰的生活啊，互侪侪人真正会当。这个家有一个哀愁了。这个是大人，太太已经过身，啊，剩一个老人，啊，轮流伫三个囝遐，一人食一个月，食到尾啊，看目睭金金，看到这三个囝，逐摆若要去招呼，啊，要离开的这个囝就欢喜个，啊，搁食的迄个。就紧张个，啊！安尼太太无伫个，敢若剩伊一个老人，安尼即互即三个囝、三个家庭安尼塞来塞去，很不是滋味，很不是滋味。后来伊就偷偷啊，甲因家族的一个长辈偷讲，我一世人，我欠一个，啊，即个物件。我要看多一个较优啊！到时我甲这个物件要，干哪要留给迄个？啊，迄、那个物件我藏伫厝内某一个所在，即个囝拢唔知，伊就故意甲伊亲族内一个长辈偷讲。我这个长辈就偷偷啊，甲伊个囝某一个伊较亲近的讲，恁老爸。伊个人生个中间有一个真要紧个部分，啊，听讲变啊真大，
啊，伊干那讲，迄个对伊较好较友好。啊，即、這个听着了后，我啊就甲伊个太太讲，啊，伊个太太知影这样的，我开始就对伊拉关，我足亲啊，足人情啊，感觉。我其他两个兄弟，我先啊，这个先啊，什么带对态度咁快。啊，后来去调查调查，听着讲，哎、欸，老爸有这个声风声出来。啊！你即马听到的时候，哦，哇！这大家人煞拢开始咧比赛，咧看是要安怎样对老的较好，要安怎对老的较好啊？三个人煞全安尼直直当当伫咧竞争，看谁人对老的较好。原本一个老的无人要比，即马为着迄个吼，那三个他妈轮流他妈来抢抢抢，听到到有一个破病，有一个死，啊！真正伫老的啊，坐到一卡不死。我花不当当，哎，你知道这几年大家人的友好是大家心内是有一个目标，心内是有一个目标。啊，这所以大家人拢伫咧，若要去老的，要当个老爸的房间，就无可能敢有迄个去。三个人拢会爱小用，啊，因为惊到多一户煞偷偷地，啊，大人小用。我真正看到一骹卫生，我著对面床底啊拖出来，我真正红红，啊，叫人用铁丝来甲迄个拍开了，就开开三粒石头，三粒石头顶面写一句，啊，啊，你讲啊，那拍进迄句，啊，你讲，都反正老人看安尼轮流，心艰苦。我每月轮吃面臭臭，一骹背手背到老，一粒石头就老高。我写一个一句伊的心境，刻伫迄个石头内面，加再有一粒石头，救伊人生到最后。啊，若无互三个囝安尼趁来趁去，趁来趁去，因为连外口有真侪人。伊个生命个状态真惊呀，真无辜，真无奈，毋知要安怎个事。因为传福音、救灵魂，就是伫遮。你我咱已经伫上帝家内面找着安稳个人，你有责任甲遮个人，你有责任甲遮个人，甲伊报，报伊知，因福教会。报伊知，你若无方便来因福教会。各所在，你若看到十字架的所在，你就入去甲试看卖。这间教会底下有可能会当救你的灵魂，不是石头，是上帝听。有当时啊，这个教会伊即久拄啊无啥好势，你会当去找另外一间教会。只要有十字架的所在，就是你的盼望。愿耶稣基督就是你我咱的盼望。耶稣基督，伊大声甲用伊的宝血，用伊的性命，带你甲我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条线，带咱来做上帝的子。所以，逐摆咱咧祈祷的时候，拢伫咧到最后拢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咧甲上帝讲，今仔日我做你的子子，我毋是靠犹太人行得咧，今仔日我会当入来靠你的家，做你的子。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靠耶稣这条路，完全来做你的囝。对我的主家来讲，伊这个上帝是咱的天父，是伊的上帝，嘛是咱的上帝，是伊的天父，嘛是咱的天父。啊，咱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，愿这个福音真正当救着真多灵魂，改变真多心灵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我感谢主的恩典，通过圣贤的启发、圣经的话，予我知伫你的面前，我常常祈祷读圣经，然后我对你所领受到新生命的丰富，会当通过我心内圣贤的催逼的声，每一个人拢变作一个积极的基督徒，甲人分享上帝伫我心中的恩典甲疼痛。每一个人拢爱有去经验，生命怎样得到改变？阮过去真忧愁，即摆阮有希望无？
过去真入到拜完，即摆我会当娱乐阮身边的人，佮娱乐上帝恩典啊！啊，恳求你，互阮真正会当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丰富的人，祈祷感谢，感谢你，阿门。